咱们今天呢，再给不会撒网的新手们出一个撒网的教学啊。然后呢，看一下啊，这个网呢就这样，一圈折叠式哈，两圈就这样，折叠一下，再这样折叠一下，根据网的大小哈，你看看你折叠几下，就这样。基本上你上面呢给你脸部差不多高，然后离网的时候呢，把这个网呢就这样用这种手法盘出一个圆圈来，盘出一个圆形，这样离网的时候好理。然后呢，开东门，开东门是从你这个膝盖的位置，这个地方开一个东门，拿两三个兜吧，抓在坠子的上方左手，坠子离左手近一点，不要远了，用你的手虎口连这个底缸加这个网兜一块抓住，从膝盖的这个地方理的时候，慢慢的往斜上方理，夹住以后呢，就这样慢慢的往斜上方理，越往后理越高，越往后理越高，就这样，斜着往斜上方走，身子呢往右边转，一直理理。理到最后剩这两三个兜的时候就不理了，一个兜两个兜，你看这里三个兜，把这两三个兜用左手用食指和中指挑起来，挑起这两三个兜，然后就这样折叠一下，变动一下手法，这样左手就利索了，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岔开，把网就这样顺势翻过来拖在这里，让这个网保持板正，不要让它乱套。打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用，就是用你腰的力量带动你的胳膊，不要那个，就是，两只手就那硬硬的把这个网来是那个硬扯出去，你要给这个网有一个转动的一个，就是转动的一个时间，让这个网转动起来，在你身子旁边转动起来，然后这个手腕翻过来把网拉出去，往下面走一点，看啊，咱打一下看一下哈，打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先往前。再往后，这个时候别发力，往回来的时候发力，把网打出去。咱打一网瞧瞧哈，先往前，再往后转动，走。这样你看这个网就轻松开顶了。喜欢撒网的哥们儿吧哈，双个击，给加个关注。